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推荐一个电池点焊机哈，它是 mini 一款的哈，对，它有三个档位，我们按一下它就进行切档了哈，同时它的点焊接口是在我们的右边哈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那我们用我们的这个焊笔来测试一下，对，我们用力插哈，对，这个焊笔的话，后面用坏的情况下，它也是可以更换的哈，对，它是螺纹的啊，可以这样子拆卸的。对，那我们现在来点焊一下电池，测试一下这款机器的效果 ，O 不 OK， beautiful beautiful。来，我们现在来弄一下。对，我现在换一个电池来。OK， 我们现在进行电池点焊。对，大家可以看到哈，焊的是特别稳的哈，掉都不会掉的。对，大家有需要这个点焊机的话，可以在我们左下方搂起来。